我好像太用力了，害他都忍不住了。你问我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水滴在我的长枪。好的，我是柠檬。身为一个从3.8等克洛林的等到现在的玩家，我只想对原神说一句话。希望后天直播不要歪，封单的所有新角色我全部都歪一次。你有看到吗？这个手套的质感，感觉被抓着的包覆感肯定十分满意啊。我是指扣扳机的包覆感，我的扳机。而这部角色演示的战斗场景也是相当浓郁，像是在丛林中的巡猎展示，还有羽毛下的瞄准时机，以及这个看废物的眼神。当然，还有熟悉的 3D 转 2D，以及他的黑丝、他的黑丝，还有他的黑丝，还有就让这一轮月华，害我好想滑进去。这么说来，他还是足以猎人的后继者。不管是这个用斩击来过场的画面，以及快刀有残影的射击技巧，还有超帅气的元素爆发，果然是称职的足以猎人。好想让他每晚足足我的瘾啊！你问我什么瘾？新成瘾。